那一次输掉之后啊，那每个人都抱头痛哭啊。当时其实大家真的都很难过，因为大家真的就练得很累很辛苦这样。一开始用水牛队这个名称，就是我们橄榄球比较强调的是要像有水牛那样坚韧不拔，然后要很沉着的去面对接下来每一个挑战。橄榄球是很强调团体运动，橄榄球训练很辛苦，训练到很累，这时候大家就会互相加油打气，就听到别人在鼓励你，然后自己也会想要跟上大家这样。橄榄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位置，只要你有勇气，你可以挑战自己比你更壮的，你挑战过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比赛的时候，不管你跌倒了，不管你受伤了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爬起来，这样我们拿下比赛的胜利。